21日，范丞丞在微博晒出一组合照，并配文：“完美的收工，感谢大家的照顾。”照片中，范丞丞、跑男团、欧阳娜娜以及关晓彤出镜为鹿晗庆生，而准姐夫李晨也与范丞丞并肩合照，气氛和谐。粉丝也纷纷留言道：“谢谢各位老师的照顾，期待节目。”感谢跑男让丞丞日更微博，范丞丞加油。4月20日，范丞丞在微博晒出自己参加跑男的名牌，还配文 I'm ready， 正式开启跑男录制。随后又有网友也晒出了范丞丞参加跑男的路透照，虽然只有福兮兮的身影，但是一身橘色队服的他帅气依旧。更有网友发现福兮兮好像瘦了。就在范丞丞微博发出没一会儿，姐夫李晨抵达评论区，发了一个酷酷的表情，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：“好好照顾你的小舅子哦，期待你俩的互怼。”之前就一直有报道称范丞丞要参加跑男，但从未官方公布。19日，还有网友拍到范丞丞现身上海机场，准备出发去山西大同参加《奔跑吧2》的录制。